原标题，历史上的关羽有多能打，配得上武圣人称号吗？借助三国演义的广泛影响，蜀国将领关羽、张飞两人作为猛将的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其中关羽更是依靠广泛的民间影响力化身为圣人，为世人所崇拜。但这几年网络上莫名出现了一些黑官的声音，诸如关羽的水平其实不咋样，性格还不好，是被满清捧出来的假武圣等等。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关羽、张飞的武力值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呢？一、同时代人的评价以下，各条皆出自《三国志》。一、关羽望见梁辉改，策马纳粮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少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二、张飞据水断桥，嗔木横矛曰：“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进者，故遂得免。三、出飞雄壮威猛，驾于关羽、魏毛、陈成玉等贤称羽，非万人之敌也。四、周瑜上书曰：“刘备已消，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雄虎之将，必非九曲为人用者。”五、吕蒙曰：“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雄虎也，既安可不预定？”由此看来，在三国时代，关张二人就已经是公认的万人敌了。而关羽的评价总体来说要高于张飞。出阵斩将方面，关羽有斩颜良的壮举，张飞没有类似的记录。军事指挥方面，刘备让关羽镇守荆州，独当一面，之后打出了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绩。要不是遭遇东吴背刺，中国历史的走向还真不好说。二、后世评价一、晋书：“骁勇多权略，攻必取，战必胜。关张之礼，万人之敌者，则前将军、新兴王妃、建切将军邓襄、立中将军彭越、安远将军范巨南、建武将军徐盛。”这是前秦说客在劝降西凉时对己方猛将的描述。二、魏书：“长孙肥结发内侍，雄烈之名，军风所指，往不奔散，关张万人之敌，魏卒多也。”三、魏书：“当是推其杨大眼萧火，皆以为关张服之过也。”四、魏书：“宝银大悦，谓关蜀曰：‘崔公崔延伯，古之关张也。今年何患不至贼？’”五、宋书：“安都望见爽，便跃马大呼，直往刺之，应手而倒，左右范双斩爽首。爽累是骁猛，生袭战臣，闲云万人敌。安都单骑直入，斩之而返。时人皆云关羽之斩颜良，不是过也。”六、陈书：“即将战，无名撤为萧摩合曰：‘若以此乎，则彼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合引气，持马冲其军，胡挺身出阵前十余步，构弓未发，摩合遥至喜县，正中其额，应手而扑。这些记载大多集中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从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到南朝最后的陈国，不论时间还是地域跨度都极其广大。可见在三国时代之后的两三百年间，当时的军人阶层不论南北，对于关张之勇的认识还是出奇的一致，这俩都是万人敌。所以在评论他们同时代的猛将时，也往往以关张二人为标杆。而关羽斩颜良这一壮举被单独提了两次，可见当时的军人们对于此事的崇敬程度。而时人皆云关羽之斩颜良不是过也，更说明这一壮举在当时就已经超越军人阶层，而被普通人所熟知了。事实上，如果只考虑武力值的话，在当时以及后世都能受到这般推崇的武将，中国历史上唯有关张二人。为什么关羽斩颜良这么受推崇？关键就是骑兵冲阵进行斩首打击这种作战方式，
肯定在三国之前就存在了，但关羽可能是第一个被正史所记载使用这一战术的武将。之前有项羽等猛人，但没有这么具体的记载。颜良是当时袁绍方统军大将这一身份，更增添了传奇色彩。袁绍是当时实力最强大的割据军阀，那么统帅齐军的大将级别地位肯定也是相当之高。后世擅长骑兵冲阵的武将不少，但他们所杀的对手级别几乎没有高于颜良的。就《唐书》，秦叔宝每从太宗征伐，敌中有骁将锐卒，炫耀人马出入来去者，太宗颇怒之，折命叔宝往取。叔宝应命，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万众之中，人马辟易。连名字都没有的 NPC 宋史岳飞单骑十丈八铁枪刺杀黑风大王，敌众败走。黑风大王这名字听着像是西游记里出来的。宋史刘维服武术刺其先锋将背景黑风动凶堕马死，敌为夺气退，对手只是个先锋将。宋史高永年单马元毛刺枪球标击司万众之中，斩其首于众削顿，对手是一个部落首领。明史傅永德单骑奋硕刺其将韩仪，敌败去，只是一个部将。关羽斩颜良之后，骑兵冲阵完斩首打击级别最高的可能就是这个战例了。吐蕃赞屠子郎之都者，是教敏成名马保田安略阵挑战甚闲暇，无敢笑者。王南得怒，携毛耸马驰，知都不暇斗，直斩其首。对方是吐蕃王子，级别够了，但是军职不够。总之，关羽斩颜良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级别最高和时代最早的骑兵冲阵斩首打击战术的记录了。而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关张二人都是公认的万人敌。至于关羽，更是凭借斩颜良的壮举在后世军人之中广受崇敬，其武圣人的称号绝对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以真实实力为基础的。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主编袁阔，作者超重装轻骑兵，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